好，我是林立琪阿姨。大家好，我是林立琪安娜。Hello。今天要介绍什么？这个面包超人的海苔饭。它会有面包超人的图案哦，还有一些海苔。然后它有教你要怎么做，把饭倒出来，然后把海苔倒进去，再把它拌一拌。你可以做成饭团，也可以放在饭上面直接这样子吃哦，给大家看。好，它里面是像这样子，有海苔、面包超人，还有一些粉红色的调味。那我们倒出来咯。那个应该是鱼板。像这样子。好可爱的粉红。面包超人碎碎的，为什么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哎。哦，有完整的了啦。水吗？不用啊，他不用倒水啊，他说只要把它拌一拌。那可以用脆脆的吗？咦，那我们炒饭是不是也可以加？好像可以哦。好像可以哦。你看饭已经开始有一点点粉红色的颜色了。真的，我已经烤箱快要全粉红了。对呀、啊，因为你只要把它拌在一起。我在想炒饭应该会比较快。我可以吃面包超人吗？哦，这是樱花饭吗？不是吧，都粉红色的耶。好啦，像这样子颗粒几乎都拌进去了，那我们就可以开始品尝咯。妹妹，像这边就有面包超人哦，在这里我们用可爱的面包超人做饭团。那他把饭拌一拌，然后做成圆圈圈，像饭团一样。那我们来吃吃看，好吧？这个也很像纸段。我也要吃这个，我要吃可段的。我想要。这就是拌饭，把它拌好，做成小像小饭团。然后，如果你想要面包超人在外面的话，你可以先把面包超人移到外面，然后再把它捏一捏，再把它粘上去。像这样子哦，吃喽。不行不行，为什么不行？你看面包超人在这里。我想吃这个。你们看到？面包超人很像。好吃吗？很肉哎。好吃吗？好吃。这是鲑鱼口味的哦。啊啊啊！饭团好吃吗？好吃。下次有更好吃的拌饭，我们再介绍给大家，好不好？好。最后要跟大家说什么？谢谢大家，拜拜。好，赶快吃吧。